知名歌手许美静喊露面，高级餐厅庆生心情好，状态回春，皮肤白皙。近日，有网友在社交网上发现知名歌手许美静的近况，48岁的她精神状态很是不错。最近许美静迎来生日，一众好友在高级餐厅为她庆祝，还送上了精致的蛋糕。罕见露面的她穿着棕色花纹衣服现身，外搭黑色马甲，一头乌黑的长发随意披散在肩膀上，打扮简单。即将奔五的她状态回春，她的皮肤白皙紧致，身材略有发福但不臃肿，保养得宜。有这么多人为自己庆祝，她心情大好，笑容十分灿烂，跟几年前的情况完全不一样。来自新加坡的许美静是选美比赛出身的，比赛结束后，她凭借着天籁般的嗓音迅速被唱片公司相中，出道当歌手。然而许美静没有红太久，便因为与陈嘉明、袁耀发的感情问题导致精神出现问题，做出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，家人一度将她送进医院治疗。2019年她被发现在街头唱歌，受访时她说跟家人陈嘉明已断绝关系，家人想抢她的财产。报道出来后，大家都很担心她，如今看到她精神状态那么好，真的很替她开心。在此祝福她在未来的日子里顺顺利利吧。